Hello， 我是阿鼠，今天要介绍一位从英雄联盟 S8 白金到 S13 精英的欧洲玩家。两年前有介绍过他，他今年22岁，来自奥地利，本名叫做 Neil， 自从 S8 二杀之冲之后就一直转进到现在了。他 S13 单双第一季赛最高达到精英1119分。S14 单双第一季赛使用厄萨斯88场 61.48 胜率，专精超过430万的厄萨斯 Nile， 使用了符文征服者凯旋传奇韧性，背水一战血势绞杀猎人，双视性物活魔方专属技能闪现传送剑念法组 Q 负一，装顺血骑有装杜兰剑，打长手出杜兰盾，第一件装突破天际，对英雄的第一次普攻会暴击，造成 175% 伤害并回复 140% 技术 AD 的血量加 6% 已损失的血量，每个目标有6秒的独立冷却。这件 S14 新装备与厄萨斯被动不冲突，且厄萨斯被动有提供50点额外射程，加上叠满的狡诈猎人50点道具基数，大约能减少突破天际的 33% 冷却时间，让原本有6秒冷却减少至4秒冷却，在线上或团战都有不错的表现。第二件装精灵之矛，虽然不再受 AD 的成长增加额外的技能基数，但新增的原版没有的额外伤害，造成技能伤害后将在联网内获得一层效果，最多可达4层，每层效果将使你的技能伤害造成近战 3% 远程 1.5% 额外伤害，最多4层效果达到近战 12% 远程 6% 额外伤害。而且精灵之矛的叠层不只有英雄打中，野怪小兵也会计算，天满能增加厄萨斯 12% 额外技能伤害，伤害提高后厄萨斯的被动和突破天际就能打出更高的伤害，进而吸取更多血量。之后看情况自由出装，魔防出这份盔甲或自然之力，光秒杀出史特拉克手套，破盾出巨石风压，最后他最近尝试每天开台，可以去推举与他互动，喜欢精华有 YouTube 相关连结放在自己留言或说明栏。接下来我马上换上欧洲最强厄萨斯 Nile 的精彩操作。